在卡塔尔的哈里发体育场看比赛。Hello， 盛哥，你那边体育场情况怎么样了呀？稍等一下哈，我给你切一下后置镜头，让你看一下。哎呀，你看看这场馆，人山人海呀！哇，人真的好多啊！盛哥，你现在在场馆的哪个区域？我只买到了山顶的球票，现在的位置距离场地非常的远，基本上什么也看不到。刚才又进了一个球，我啥也没看到。那还不如留在家。我正在用当背投影一看，画面又大又清楚，刚进的那一球真是精彩极了。但我还来杀卡塔尔了，不说了，后悔了。卡塔尔退群。